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银牌获得者，中国选手庞汀、佟健。讲节目之后，排名第一位。自由滑音乐来自于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曲《爱之梦》。
中国名将唐青铜剑。这档节目他们尽力了，后半程完成的非常流畅，只是呢在开场的连跳出了一些状况，没有能够按照原计划去完成。这个赛季单跳一直做的都是户外点冰的两周，这次也不例外。这样的话从难度上来看跟德国选手比还是有距离的。在俄罗斯航行铜剑也是有相当多的冰迷，唐青是这一次花样滑冰比赛当中四个项目年龄最大的女选手。这是刚开场出现的问题，原计划是阿克塞尔两周，接阿克塞尔两周连续跳，但是铜剑做的是一个阿克塞尔一周。那么这次花样滑冰世锦赛年龄最大的男选手是德国的索尔科维，所以其实刚才这套节目我们看唐青两个抛跳包括他的单跳状态都非常好，你难以相信就是一位女选手能够在31岁的时候保持这么好的竞技状态。今天4月29号是姚冰教练54岁生日，期待一下他们的得分。技术分61.71，技术分偏低了，节目内容分68.44，130.12，自由滑落后于萨普申跟索尔科维，两套节目总分是204.12分，目前排在第二位。你那俩跳，你说你扔了多少？